早安。一早搭乘7点多的太航，要飞往泰国曼谷。第一次去泰国玩，觉得很兴奋。从天空上看台湾，每次都觉得很新鲜的体验。太行的座椅真的是很缤纷的，有蓝色、黄色跟红色。而且他们的教学影片很好看，很像在看动画片。不免俗的拍下飞机餐。经过了快4个小时的飞行，醒来已经看到曼谷的昭拍耶河。准备降落哦！第一次来曼谷，觉得曼谷机场好大。拿完行李，我们要转乘苏皇纳布机场铁路，从素万纳布机场站搭到马坎山站。这5天，我们4个人都会住这一间 CNC Residence。这里的房间很大，两房一厅一卫浴，设备齐全。而卫浴就在2间房间的中间，两边都有门可以进入。公用空间很大，还可以晒衣服、洗衣服，还可以煮东西，是一个小家庭的格局，装潢简约干净。放完行李，我们就开始第一天的行程啦。嗨，我们现在在哪？嗨，我们现在在水门市场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要吃海鲜鸡饭。哦，对，有插电。好，好 ，OK， 拜拜。来拍一下景。嗨。我们找了好久，徐总讲真的是，等一下，徐总一路上都在讲公司，哪有一路？徐总从下飞机到现在一直在上班，一直在接电话，对，突然赚很大。下班了，嗯，这一间是可可推荐，为什么推荐他？网络人推荐的。哦，我就这么简短哦，好 ，OK， 好。哎，然后一间绿色的，一间粉红色的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是哦，粉红色会不会在那边？啊？看看哦。是看看哦。好。现在是下午3点多，我们终于吃到海南鸡饭。他们现在在点餐。在泰国的第一餐。没有了，然后可乐不是运动的，可乐是。吃饱后，距离下一个行程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找个有冷气的地方待。真的太热了，先买杯清凉的喝。逛了一下我们真奶鉴定大师贝卡，最后选了这一间。好喝照一张。刚刚继珍珠之后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。哪里差一点点？
终于结尾了。再来，我们要搭这台车去曼谷暹罗天使剧场，入口就很有泰国的特色。整个园区很大，竟然还有大象可以互动。在等剧场开场前，园区有很多历史小屋可以去逛逛，园内也有很多摊位可以体验传统小吃。走累了也可以找这样子的凉亭休息一下。也展示了很有特色的水上市集，这里的布置真的很美。有人在体验水上市集，我们就跟他一起拍照啦。还有厉害的编织文化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剧场用的道具，真人纺织介绍。旁边还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服装，还有不同造型的灯笼。真的鸡耶，想说什么神会会有生子。然后在正戏剧场开场之前，广场有舞蹈表演可以拍摄，而室内的剧场是没有办法拍摄的，就来欣赏这边的表演吧。最后的舞蹈表演还会拉观众一起同乐。舞者和民众们一起玩烛光舞，真的是很有趣、很可爱。这个表演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去看剧场啦。而剧场的内容大概是讲看人跟泰国的故事，还有以前的神话传说。也是第一次看到有巨大型的道具在舞台上表演，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。请问这三位在干嘛呢？观光客。这好多那种就是复古的。对啊。我给你拿。冰山的最爱，没要光就进去逛了。好吧，那我先到这里。之后我们逛到比较多吃的一条，好像跟台湾差不多一样，有日本小吃、泰国沙啊，这里就泰国还叫泰国沙，本地沙。看到一个人在挖大龙虾的头，他真的想看看嘞。可以啊，买什么就想吃就买啊。我想，看来我的挖不完，挖不完带回去还要去换回来，浪费钱。我想要买。旁边有烧烤耶。
之后看到一家手抓海鲜，看起来蛮多人的，我就排了队进去吃了。就是什么？对，大家都一直在照那个尸体嘛。我们现在在火车夜市，然后这是我们晚上的第一餐。但这个时间应该已经是宵夜了。好，就这样，第一天行程就在这里结束啦，拜拜。